如果有演戏，就一定是靠爸妈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就没办法。过去演过哪一些戏是没有靠爸妈？对，那你是说，就可能同学会觉得说家里环境很好啊？怎么样？环境不错，很好啊，但是还都是自己存的钱跟自己赚的钱花的，对对对，都自己存的钱自己赚的钱，对。为什么会跟我开口说要去 Berkeley 读书？因为宪哥，你最近还有预算送我去 Berkeley 吗？你考上我送你去。四五这五位啊，他们都新二代，新二代难免呢都会遭受到一些异样的眼神，有标签在身上，有标签在身上，前面这些都是标签，好吧？这个一旦你本身没有答对的话，标签就贴上，对，哦，都是他们会面临到的标签。那标签，人生有能有多少标签呢？六千贴完之后就离开了。老师的林古力，好，往外走，出来一点了，出来一点了，啊，哎，水手，水手怕水，还是牛仔很忙，还是牛奶，各位，牛仔怕水，不是牛仔很忙，是水手怕水，水手很忙，哎呦，水手很忙，一起来演唱《水手怕水》。这个节奏有真的蛮像那个牛队，有一点啊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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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心中呢，在你心中呢，觉得常经常有遇到这种状况的啦，被酸靠爸妈，靠北靠物哎，好，从第一个贴起啊，长相常被说嘴，嗯，被说嘴，长那么漂亮还要被说嘴，因为妈妈太漂亮了，会被比较。你们都有各自的美，都很漂亮，常会被放大检视。其实爸妈都就算是很会唱歌嘛，那就觉得就是如果在台上稍微如果一个不稳定，好像会被稍微放大一下。对，但是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呢？当然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台上唱错了也糟糕，有台上出大包的嘛。我在主持第32届金曲奖的时候，我一出场气势很好，欢迎来到第31届。这个有印象，被酸靠爸妈有吗？一定很容易被讲。没有啊，我就是劝你自己本身才华很好。因为大家还是会有个既定印象，所以一定还是会被讲说，哦，你如果有演戏，就一定是靠爸妈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就没办法。过去演过哪一些戏是没有靠爸妈？对啊，没。那你这酸民，酸民有什么？最酸的，最酸的。很多讲一个听听看，就是恋爱是科学啊，三立的哦，哎，对啊，自己去试镜，很多戏都是自己去试镜的，其实妈妈都不知道，都被误会，妈妈都是之后才知道的。对啦，宝弟有靠爸妈没有啊？其实有了，其实有了，一开始还是要靠一下，现在没有，有的靠总比没得靠好，很 real 啊，怎么样？人家说在家靠父母嘛，对啊，出门。靠父母的朋友嘛，对，还是要靠父母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出题 ，Go。恋爱之道，快找哥们讨教。歌词，哎呦，这个是提示是？恋爱之道，然后什么？恋爱之道，快找哥们讨教。这个很明显，露露这个舞很明显哦。嗯，这个舞哦，嘿，哎，宪哥也有拍 MV 哦。1 2 3 4，哎，哎，我们怎么了？都反一边了，全部都反边。撑腰腰，可以撑腰腰腰，撑腰。哎呦，宝弟不可小觑哦。我刚忘了要撑腰，来直接来唱一下撑腰。Go。
烈烈的 party。有没有看到你的本身才能没不足的话，你就会被这些冷言冷语所击败，掩埋掉。对，好，召集人生胜利组。对啊。哦，对了，但我们有个好的出发点呐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已经从胜利的那一步先出发。对啊，对了，而且人家会酸你，他可能真的人生比较坎坷。人生的好坏，那就酸我好了。就是有一体两面，它是一个两面刃啊，对不对？能帮你也能伤你。水能载舟，它亦能覆舟，它也能煮粥。好了，东轩，努力不容易被看，对，应该是努力不容易被看见。因为其实我在就是正式出道之前，我大概有驻唱七年左右。驻唱，对，我就自己去驻唱，然后去磨练这个经验。但是可能人家看你在台上呈现，他会说，哎，就是哎，就星二代，那应该就是要很厉害这样。哦，理所当然的感觉。既定了哈，哎，召集人生胜利，你也是啊，召集，嗯，就从小到大都会遇到的问题。哦，就可能同学会觉得说。家里环境很好啊，怎么样？环境不错，很好啊。但是打下去，打下去，你要胜利秀，我们怎么办？要自己努力啊！哎呦，他也很，太可爱了，很直白嘛，你们讲的也对啊，我不会说谎。我们艺人就是要保有一份的什么赤子之心，真心诚意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当艺人，对不对？当谐星，你看焦恩俊的女儿，对，我淘汰了啦，恭喜淘汰很久了，已经不在现场，淘汰很久了，他不在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秋离。记住，相信爱的路，终点是只想幸福。再出来写哦，来，太固执而盲目。哇，再出来比较好选牌子，对。错满六题就再见了。宝弟是在想答案哦，他在选答选牌子啊，一副歌的后面，副歌就出来了，三两来，给点提示嘛，来，不哭，对啊，不哭，谁的歌？王心凌，我找牌，不哭呀，答错了请选一面，棒棒啊，哇，棒棒棒棒，应该都有中过，要被淹没怎么办？哎呦。哎，已经有三个人标签了。哎呦，天哪！哇，快不见了！哇！啊！哎，来，酸民标靶，为什么？宝弟，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吃饭，跟朋友被拍到，然后我就被骂爆了。不要就这样，吃饭要看跟什么朋友。对呀，有跟男生女生都有，那会被骂爆。男女都对，我将会被骂。我现在看得开的是，我就做错事，有男有女，然后就骂你。但是纯粹吃饭还是被人身攻击。OK， 他骂的点是什么呢？没有点，就是说你不应该吃饭。对，就是很问号的一个点。对啊。哦，那你会在意吗？小时候当然在意啊，都偷偷哭。我现在不在意了。对，对不对？要跟宪哥学了，什么都看得很开。宪哥不止吃饭被骂，吃面啊，吃火锅啦，吃豆浆啊，都会。吃豆浆我也有看到。对，哎，是喝豆浆有没有？对，录完影，然后在中天摄影棚，那公司的那个副总，那一起开会说，啊，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坐下，吃豆浆。那绕只有。豆浆喽，对呀对呀，阿莲和秋菜那边，我还骂他，我说哎，你这个怎么这样处理，怎么这样？他穿了个拖鞋，啊，开两部车，哇，把那写的什么28岁，一奶正妹，哎，对，他都快38了，38了，而且也只有C而已。
重点都是搞错了吗？是啦，不是重点吧？啊，我们目测也知道啊，对吗 ？A 小姐，哎，是吧？我是 B 小姐，请放尊重，硬要讲，对，他会被说还给我跌倒，靠爸妈吗？因为我很多的活动演出会跟我爸一起，觉得大家活动单位会要求我们可以一起出席同台一样的，对对。然后有人就说，没有你爸，你根本不会有这个工作。哎呦啊！啊，今天不就没有你爸？对呀，谢谢。对呀，对呀。所以有时候没关系啦，一开始嘛，好不好？嗯。我也希望有一天陆系派可以淘汰我。对呀，你是陆系派的爸爸，陆系派爸爸，你有能耐，对不对？有一天让人家讲说，哎，你是陆系派的爸爸，这样哇，对不对？而不是吴宗宪。哎，对耶，对，有一天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努力不容易被看见哦，是吗？好，宝弟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你做了哪一些努力？其实我自己也试了很多镜，然后我也拍了蛮多的戏，包括古装剧，跟自己出歌、自己写歌。所有人都会归咎于说啊，家里有这个资本让你做这些事情，但其实没有，都是自己存的钱跟自己赚的钱花的。对对对，都自己存的钱，自己赚的钱。对，为什么会跟我开口说要去 Berkeley 读书？宪哥，你最近还有预算送我去 Berkeley 吗？你考上，我送你去。就像宪哥说的，你不是说你不是答应人家了？我答应，我答应没关系啊 ，OK 啊。但是他为什么不靠自己呢？因为我们不是缺钱，我们是缺大钱。哎，我喜欢诚实的孩子，好不好？不会说谎。这个有录影下来，你真的考上，你要去宪哥帮你处理到，可以？是那个要考。啊，不然呢？要不然拿钱就过去了。